Hello， 我是斯马特，我现在在乐华夜市这边。那这边有蛮多家娃娃机店的，然后听说这边有零食厂，还有一些公仔跟娃娃的娃娃机店。那我们就来这边看看，看有什么好夹的。像我现在后面这家叫夹到宝，然后就是都是零食厂，而且现在已经零食都已经快吃完了，要是时候要来补货，那我们就赶快去夹一下吧。冰冰的，大家都在夹冰冰的。缤纷乐好，你要吃缤纷乐吗？换个500块。好，好，我们现在夹一下卫生纸，刚老板已经补货了，夹这个。哎，卫生纸很实用哎，卫生纸很实用。因为这门呢，看会不会吸。这个好看。不行。哎，不行，它不会吸耶。那个不好入手。好贵的卫生纸，算了，对，泡水小泡，小泡水是大家用来吃，是。我有10块就夹到了，哎呀。有了有了，对，纸张纸张就好了。再夹一包。有。对。纸张纸张。100块才夹到一包哎！啊，那很惨，你放几下？好吧，好，两包，换别的。苹果汁，试一下苹果汁。他保价才90块，现在已经得保30了，所以我只用60块一个加热罐，我就要用打的。哦，要滚下去了。重击，一次2罐好了。快！哎，没有。重击概念。对，推屁股，撞击，没撞到，撞击，快了快了，好，哎，你没有打到他，好的，你觉得那个要吧？都，好，再换一个，你觉得打这个就好了。嗯，应该可以吧？没有试袋装。哦，对，然后上这个粉红色的，不
个样子。有没录？我那个已经快掉了，你换。你是不是口渴？你这样子下去。别太衰了，这可能会出了吧？再不出我就……我就怎样？对，就怎样？再讲一次啊！再不出我就再讲一次啊！换怎样？你这样子下，有了吧？啊！我觉得你有人保镖，我刚刚投是40块。我刚好。哎，再出一个球。哇，滚下来了。两罐大手。起球了，你又缺几球啊？我有。你现在有了，还是你缺？哇！好，30块，划算。这一个大概四家，大概70-80吧。嗯，对。试一下你的缤纷乐，缤纷乐。放在下面。老板，换这条小娃娃。不要假公仔，不要假零食。刚才那个零食厂真的太电了，这一家。哎、欸，这快出了，该不会是陷阱吧？高很多，啊！你看一开车了，半屁股就出了，压耳朵了。哇、yeah. 哦、wow. ！他是谁？弟弟。这版的哦，40块。有，今天都赚回来了。好像也没有什么好夹，换另外一家。进洞就有奖，就是。要试试看吗？40块吗？然后我要夹哪里？对，要夹哪边？没有球啊！没有球啊！没有球了，还好没有投钱。是有那个弹珠的，没事啊，夹那个球，试一下好了，看手气会不会很好。上次去抽那个一班长，那手气很差。哦，两颗。哦，他还要进洞才有啊？有要进洞啊？对啊。我没有哎。没。在干嘛、啊？哦，3颗，哎，掉光了，掉光，会中一颗就中了，哎、欸，中了，那、啊、后来会给什么？你有没有看它是几号？它怎么打奖？我看它的那个摸彩券。有大回收。这样可以中奖。
1095863有中吗？最上面的863863，哪边？没有中啊？是吗？863啊，没有中、啊，有印象吗？没有、啊，里面。哎、欸，有谁、欸？那个啊，那怎么拿、啊那個？我们中了怎么办？跟老板讲吗？那个里面那个，你给你中863嘞，扫描那个，嗯，你直接跟那个联络、啊，那是百万的，中了那个百万的。1095863没错吧？对对对，可是外面找不到，还有这还好有这里面的，这也太幸运了吧？对，1095863，看没错，对。现在就等那个台主来拿货给我们，他有回吗？还没回，看一下。对，我们已经把那个把中奖的图传给他了，等他回复。我们。趁那个台主来之前，我们再玩一次好了。哎、欸，这手好韧都不见了，本来是3颗，掉了2颗，没中，再一次。啊，我知道会不会是蓝色的都有中奖？哦，哎、欸、呦，中了，又中了，中了。1095141，有没有？没有，我们运气用完了。感觉不好进洞哦，三颗有可能会把它撞走，不会不会进得洞，快死快！哎、欸，不行啊，都没动啊！哎、欸，宝夹，我可以直接夹公仔吗？有啊，这个有宝夹吗？有啊，80块宝夹，带20块就宝夹，我可以直接夹公仔吗？掉不下来，哎、欸，没中，3颗球，哎、欸，我觉得蓝色那个应该是有中奖，好，黄色，好，最后1颗球，会不会中？要701-999才有中奖，145没中。那个台主说叫我们自行取货，对，我们去拿货。他叫我们自行取货，对对对。好，反正我们有录影。那我们刚刚做完就是这个105863，对，那就是这个。好，我们自行取货喽。哎、欸，第一次。麻烦你那2张给他贴在。有，我们会贴在上面。对对对。好，就是108，因为第一次这样自己取货。对，没有，因为都在上班。对，好，我们再核对一下，没有错，1095863是 OK。好，耶、yeah, ，我们刚太好运了，中到这个大奖，这他真是超帅的。对，嗯，要捐出来吗？算不要，自己留着。留着，我自己留着。这是，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你知道这是什么？是不是史莱姆里面的人、啊？听他自杀吗？哈哈哈哈哈！这很帅，这是幽游白书。有那有主吗？哦，哎呦，可以哦，可以哦。耶、欸！40块，没有就觉得蝴蝶的。哎呦！不用翻的，转，打下来，甩打，
哎呦呦呦呦，还不错。直接打开一下就好了。有了有了。好 ，Q 版的蝴蝶的到手。我们大概都夹完了，然后今天大概花了快大概1000块左右，然后夹到这些。那今天运气超好的，刚刚玩这个球的，居然抽中这个大奖，这是超帅超帅的。好，然后还有一些我们刚刚在前面开始夹的零食，那零食真的有点难夹，所以我们就夹一些就来夹公仔了。那还有夹到这两个公仔，然后还有一只女兵兔的。算是抱枕吧，那我们就把这只女 B 兔捐出来给大家抽奖。那大家记得在影片下方留言，然后还要公开订阅，然后顺便还要追踪我的 IG， 这样子就可以参加抽奖了。那详细的抽奖方法就看片尾的部分，就会有详细的说明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下次会再拍其他娃娃系列的影片给大家。好，我是史马特，拜拜。